学行走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95页倒数第三行看起。上记六句，深赞佛智，盖于令闻者了达如来智深，而诚信如来智愚也。这几句话幕后这一句把意思说出来了。为什么对佛的智慧要这么样的赞叹？用意实在说呢，就是想劝导大家明了通达如来智慧深，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，找比喻方的人也找不到，菩萨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没有断干净，对于如来智慧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了，必须得成佛。成佛的时候你自己知道，诸佛知道，那除佛之外没有人能知道。从这些地方让我们产生良心，诚信如来之语，特别是这个经里面提出来的最后的教诲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这是如来一生49年教学的最后的劝告，希望我们人相信，真诚地相信，听到佛的劝导，求生净土。佛度化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圆满的成就了。用意之深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在受量品里头，世尊三高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，因为世尊深知声闻意切难测啊，阿罗汉这了不起的成就了，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测度他，还是到不了。何况今天凡夫也能以生灭性忘归如来和佛智，故唯当两心。这个话我们要记在心上。我们今天是凡夫，阿罗汉一亿劫都没有办法了解啊，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对于佛陀的敬仰，佛经的大戒不妄语，世尊怎么可能欺骗别人，欺骗人哪有这种道理，所以应当良心，娘是他太高了，太大了。真正娘心的人，或者掉过头来说姓娘也可以，真诚姓娘的人都得度了。如《法华经方便品》里面说的，与佛所说，与佛所说的法啊，当生大行力，佛法大海，性为能如。这话是真话。如有究竟不究竟，三贤菩萨入了，地上菩萨入了，总不如幸愿持名往生净土。为什么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真的圆满了。所以文殊普贤
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他们怎么成就的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而成就的。我早年讲华严，看到这段经文，我对于净土的信心才升起来。在以前听的经教多了，对于大经大论生欢喜啊，希望也发现你要讲一遍呢。到85岁冷静回头想想，这样下去聊生死出三界有没有把握？不能骗人，更不能骗自己，我没有把握，怎么办？既然文殊普贤都求生极乐世界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我当然只有这一条路，求生净土，把华严放下了，一心一意专研究这一部无量寿经。要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只有他有能力入，其他的人做不到啊。这个人也是开悟了的，不是凡夫。我们有缘亲近他，那是无量界所种的福报，这一生的缘成熟了。所以佛法大海，性为难入，重要就这个性子，真诚心绝无动摇，真诚到基础，相信佛的话，这部无量寿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能够诚信地信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课题难得难闻，真的一点不假，人生难得佛难知，幸会文法难中难，有心良心有智慧，智慧论选择84000法门，我选哪个法门？我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难啊，能信是难的，
信世尊最后的教诲，信愿持名往生佛国，这是难中之难。没有信，没有慧，你的缘就错过了。啊，经文，人生难得，佛难闻，信愿闻法难中难。啊，念老的注解，人生难得者，梵王经续品又说，一舍人生，万劫不复。这两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住。我们今天遇到人生了，太稀有，太难得，要珍惜，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的人生。当然究竟圆满的是能跳出六道轮回啊，不再搞生死轮回了，你就得大利益了。有没有方法跳？有。我有没有把握？有。明天还有一些参访的居士到我这边来，他们问一些问题，我今天大略看了一下，有好几位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念佛往生净土的，看到了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。这些人来好啊，帮助我们成就心愿，帮助我们这一生跟他们一样。他们有心有愿，念佛的功夫并不是完全到家，有的很用功，有的就差一点，但是通通往生，往生瑞相稀有。我就想想听听他们念佛功夫并不得力，信愿很坚固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关键是最后一句，临命终时最后一句是念阿弥陀佛，就决定往生。一生功夫不得力没关系，临终时有人送往生的，陪着他一道念佛的，最后一口气阿弥陀佛就成功了。也看到很难得的瑞相。如果不信，那就太可惜了，下一次再的人生难了，万劫不复。佛是救得到，要经过一万劫之后，不定有个什么缘分，你又再得到。总之，人生难得一世，
很容易失掉，所以这一句话要记住，《梵文经序》里头，一时人生万劫不复，又《涅槃经》里面说的，人生难得，如幽昙花。中国人常讲昙花一现，在南方这一带，昙花油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见过啊，开的时间很短暂，半夜才开啊，开了之后十几分钟就谢了。佛在《梵文经》里面，这是大乘经，为我们说，用昙花来比喻，人生难得。像昙花一现，该得人生者，如沼上土；是人生者，如大地土。这是佛讲经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是当年世尊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举的例子啊，在地上抓了一把土，手掌打开放下了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。佛问大家，留下来还有一点土，找指甲里头啊，我这个指甲里面的土多还是大地土多？当然这一放，大地都掉到地上去，留在指甲上一点点。佛说，人的人生，失掉人生之后，再的人生，就像指甲里头；不能再得人生的，就像大地图。这是个比喻啊，所以佛难知啊。知识遇到啊，世尊在《法华经》受量品里都有说：“比丘当知，诸佛出世难可知遇，所以这火诸般得人，故无量百千万亿劫。”或有见佛，或不见者。以此事故，我作是也。诸比丘，如来难可得见。有，当年佛在王舍城，城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面，听到名字啊，有这么一个人，还有三分之一连释迦牟尼佛名字也没听过，
可见遇佛难啊，闻名都不容易啊。我们很幸运生在末法时期啊，还沾到一点边缘，没有见过佛，见过佛的塑像。佛虽然不在世，佛的经教还流传在世间。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遇到净土大经、无量寿经，真是难啊。所以末后这一句，幸会闻佛难中难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念老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前面若闻此经，此经是此经，这部经信要受持，你能信能欢喜肯念佛，难中之难，无故之难，会能生起，你能相信，你能欢喜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经宗难信，三个难啊。现在能难得者能得得到了，难闻者闻到了，难信者能信，再加上智慧理解，所以难中之难也。佛劝行人当身心切愿念佛求生，切莫错过此回若错，这真诚错意啊。幕后念了这两句话，这苦口婆心啊。我们今天要的是身心切愿，切是恳切，愿是愿生净土，愿做弥陀弟子，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。在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，保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。弥陀大慈大悲呀，那我们在命中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了，生生世世已经往生的人比我们早啊，过去生中有过伦常的关系，伦是无伦，父子的关系，兄弟的关系，师生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他们
遇到佛法缘比我们早，他们抓住了，都在极乐世界。我们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的，就是多生多劫所有这一些关系人啊，父子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这些人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的。这一见面，智慧自然生起来，就记起来，就想起来了。哦，这是在哪一生哪一世，在哪一个佛国度里头啊，结果这个缘，现在到极乐世界来了，大家来团聚了。这个团聚永远不会结束，不会散，不会消失。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，佛无量寿，往生的每个人通通是无量寿。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，好的善的亲戚朋友们都见面了，不善的过去还有冤家对头的也往生了，现在都变成善友了，不再有怨恨了。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，要不要去？要啊。无量无边大千世界，到哪里去找这个会学习的环境？独一无二，虽年老，自己很谦虚，很客气，啊，给我们说，佛劝先人，啊，不是我在劝你，我不够资格，佛劝修仙人，当身心切愿，啊，有这四个字，你就拿到往生的条件。那后面再加上念佛求生，你去成功。千万不要错过，这一错真错了。我们再看下一首偈，信受得度，这首偈一共八句，前面四句行抄不行，这还得了吗？普贤菩萨，华严会上的大菩萨，我们有什么资格能超过？如果你具足对极乐世界真心切愿，老实念佛，你就超过普贤了。谁说的？释迦牟尼佛说的。
啊，我们看底下这经文四句：若诸有情当作佛，你应当作佛了，行超普贤等彼岸，彼岸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超过普贤菩萨。念老的注解：幼稚而起，总计全经。本经之首第二品，品名叫德尊普贤，与会菩萨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经于经末。乃云：若有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等彼岸。前面说德尊普贤，现在说行超普贤，这什么意思？且此一句乃唐译的原文，翻译的人是唐朝三藏法师菩提留志。译文自然不违背经旨，且唐译与经手业缘会众，贤共尊修普贤之道。可见前之德尊普贤与后面行超普贤俱是梵经原旨，而非一笔有误也。这是谈翻译啊，肯定是梵文经典原来就是这么写法的。不是翻译的人改动了，说明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传给后人，没有错误。且此不但没有错误，而实实在在是释迦牟尼佛慈悲到基础，破除心肝，与众相见。盖普贤那大贤菩萨表差别智，智慧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是差别智。称为华严长子，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愿而成王啊，愿王为什么？以普贤之愿广大无际，穷极无尽。广大无际是讲空间，穷极无尽是讲时间。道归极乐，历极无尽，故称大愿之王啊。是故本经来会的深重，贤尊普贤大师之德，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
独垂方便。欲圆顿中更显圆顿，圆顿之圆顿，方便之方便，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华严称心中之王。我们这部经跟华严比，王中之王，再没有能超过的了。啊，是执一心愿持名一法，广摄六度万恨，圆摄十大愿望，直如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吗？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无量寿心，有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心。念这一句佛号华严八十一卷啊，无量寿经通通念完了，圆满具足啊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要知道啊，啊，下面说，故知持名一法。直视体惑，广罕众妙啊！普贤十大愿望，从根本智而差别智，今次广摄愿望，唯常信愿持名。是乃从差别之复归根本，故云行超普贤。你用什么方法超越普贤？念老告诉我们，今在广摄愿望，唯常信愿之名，就四个字了，真心由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，切愿恳切的愿望，我没有第二个愿望了，我只有这个愿望，这个愿望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功夫就是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再省略一点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南无是客气话，是恭敬的意思，是礼拜的意思。啊，世尊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持名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你念六个字好，你念四个字也好。四个字跟六个字没有差别，完全是平等的啊！所以这个法门唯常，常是提倡信愿持名，
念老告诉我们，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。所以说行超普贤，行超普贤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下面是念老的注解：盖信盖持名之妙心，以果觉为因心。你能抓住这个名号，念念不忘，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呢。你抓住了，因果同时，直截了当，不假方便，不落阶梯，正如《弥陀要解》里面说的：“阿弥陀正翻无量，本不可说，本是以光受而已，收尽一切无量，光则横遍十方，受则数穷三极，横竖交彻，皆法界体，以此以此体做弥陀身土。弥陀之身如是，弥陀之国度也如是，举此体做弥陀名号，不可思议。弥陀要解，偶耶大师所著的，印光大师赞叹：即使古佛再来给我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个赞叹到极处了，无以复加了。印祖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代祖师，我们的法脉也是从他老人家流出来的。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弟子，我们的大乘佛法是跟李老居士学的，一脉相承。啊，那么这个汇集本下联句汇集的，李老师当年第一次看到了，无量的欢喜，亲手用毛笔在经本上写的注解，啊，注解段落也就是像科判一样的，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。啊，那个时候我的缘还没到，跟李老师不认识，这一回我就没听到。但是老师把他这个笔记本给我了，就是叫经本，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，我一看能懂，我就依照他这个注解先后讲过十遍，啊，在讲无量寿经之前的时候
讲过十遍，以后在美国遇到黄念祖居士啊，看到他的注解，他的注解是刚刚出来，有印本，只带了一套到美国，他就送给我了。啊，我把他叫到台湾，印精装本一册，我记得是第一版。我印一万册，这个本子流通于世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，老居士经过好几次的修订，成为第一善本，能得到这个本子。你是这一万人当中的一个，这个地球上修净土的人多少？多，许许多多人都还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本子，我们遇到了，这是我们的福报，真有福。跟黄念祖居士缘深呢，他老人家住世的时候，我每一年至少都有三四次到北京去看他。在那个时代，在海外讲这部经的我一个，国内讲这个经的是他，我们两个人讲啊。啊，现在慢慢人多了，机会也难得啊。这个地方要解的是欧益大师说的，本师以光寿而已，受尽一切无量，无量寿啊，无量光啊，那光横遍十方，寿数穷三极，横竖交彻就是法界的本体，居士体做弥陀圣土，一切居士体做阿弥做弥陀名号，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体的理性持名，即十九合本，十本不二，生佛不二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普贤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今则念念即是弥陀。这还得了吗？真不得了啊！起十大愿望，义理甚广，非是常人所能发起，这像真话。弥陀愿王谁能发？心量这么小，除了自己没有别人，这个心发不起来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好了，今则念念即是弥陀，且十大愿望义理深广，非是常人所能发起，持名一法
蒲被三根，无力食物，也能医治而度生死。这一句太重要了。无力食物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，什么方法都没办法度，信愿持名能度。这一句重要哎，太重要了。我们每个人造成的罪业可怕呀，将来怎么办？那用这个方法来忏悔，用那个方法来消业障，都比不上一句佛号啊！一句佛号是真能度你啊！不要再搞别的了，搞乱了，搞杂了，反而业障消不了，不如这一句佛号能度生死。今天时间到了，下一堂课我们还从这里去学习啊，太重要了，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，什么样的业障统统能消，你要相信呢，不要认为这些阿弥陀佛太简单了啊，敌不过些金忏，一切金忏加起来都敌不过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